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45页啊，645页最后一行。又往生论偈云：“正觉阿弥陀，法王善住持，佛寿无量，教化之众无量。”所教人民，皆同不处菩萨，故云善住持也。往生论上，这两句偈啊，是赞叹阿弥陀佛的啊，正觉阿弥陀。正觉是如来果地上的称呼简称啊，要具足称呢，无上正等正觉啊，阿弥陀，因为这是偈颂，每一句是五个字啊，就省略了法王善住持。这里关键的字眼是善啊，法王是阿弥陀佛啊，善说的是什么？下面呢，这有注解，解释是佛寿无量，无量寿；教化之众无量，极乐世界的菩萨都是十方诸佛刹土，信愿持名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数量无量无边呐！啊，所教的人民，人民就是这些菩萨、这些大众，教得好，皆同不处菩萨。善就说这一句话啊，这个是十方刹土里头啊都做不到的啊，阿弥陀佛他做到了啊，他所教的这些菩萨们有上中下三品啊，或者我们说极乐世界菩萨了有三个等级，上中下三个等级啊，上等的
是法身菩萨。啊，跟华严经上所说的一样。四十一位法身大士。啊，我们这里讲三辈，这个经上讲三辈，上辈、三十宝庄严土，中辈是声闻缘觉，别教三贤菩萨，生方便有余土。啊，那我们去往生呢，是凡圣同居土。啊，这个就是十法界里面众生，不是，还不是十法界，六道。啊，六道里面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同居土。啊，同居土里头也有上中下三品，三辈九品。啊，可是三杯九品确实有，不是没有。阿弥陀佛有能力，啊，有智慧，有善巧方便，都把这些人三杯九品这些人交到本处菩萨，啊，给这个不处菩萨相同平等，这个叫善呢。啊，十方世界诸佛如来没有做到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做到了。又偈云，这个偈还是往生论里面的，如来净化众，正觉化化身。如来正觉都是指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那边的会众，十方去往生的，往生的人都生在弥陀国土。清净莲花众生，所以如来净化众，啊，七宝莲池莲花当中化身，是借从如来智慧清净海身，啊，亦即是从弥陀自心中生也。我们要注意这个地方，弥陀自心中生也。从理上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个心是真心，想是妄心。啊，这里讲了一个心，一个想，啊，心想两个字意思不一样。心是真如，是自性；想是阿赖耶识。啊，一个是真心，一个是妄心。啊，把十法界一真庄严全都包括进了，一个都不漏。那谁的心呢？自己的心想啊，我们自己的心想心呢，跟阿弥陀佛是一个心，真的是一个。啊，想就有差别了，妄心呢，各个人不一样，真心是一样。啊，妄心从哪里来的？从真心变出来的。所以追根究底呢，
是一桩事情。啊，如果从理从事上讲呢，就是两桩事情。啊，理是真心心现的，事呢，事是妄心识变的，识变是讲设法界。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就心想生。经上这一句话，我们要搞清楚，心想是两桩事情。啊，专讲设法界的，如果讲十报土，只有心没有想。啊，那是如来自心中生的，啊，弥陀自心中生，是十报庄严土。这个里头没有想，就是没有阿赖耶识，只有真心，没有妄心。那么这个世界有没有身相呢？有，相是法性身。啊，有没有居住环境？有，也有山河大地，那是法性土。啊，法性这个心跟想有什么不同？刚才说了，心是真的，想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心不生不灭，永恒不变，想刹那生灭。啊，找不到两个念头是相同的。啊，生灭不同，这是假的。啊，真的没有生命，完全相同。啊，所以十报图里面的菩萨，可以说他跟佛是平等的。啊，只是无时无明习气没断，无明断了，习气犹存。习气断尽，他就自自然然入常寂光了，啊，融入常寂光，跟常寂光成一片，啊，像我们这个小讲堂有十几盏灯，啊，灯一打开，每一个灯的光融在一起，就分不开了。成佛就是这样，啊，这个不是等觉，等觉没有到这个境界，妙觉，啊，妙觉就是光光融成一片了，啊，只有光，没有色相，啊，就是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念头的现象，连自然现象都没有。啊，这个光就是身，光就是土。啊，我们讲常寂光。啊，法性身，法性土，是一不是二。啊，在十报图里面有心相，为什么？它有带着习气。啊，可是法身。如来跟那些化身菩萨有缘啊，没有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常寂光土除外，没有说这个啊。那既然没有说，我们就晓得佛度众生包括十报土、方便土、同居土，啊，通通得度啊！啊，这个才是究竟圆满的大慈大悲。啊，那么这些人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莲花化身。
在莲花里就产生水变，啊，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转世成智。所以往生极乐世界转世成智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，不是我们自己修成的，佛力加持，这个恩德很大了。我们自己要转很难，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转得了，啊，不是一桩容易事情。那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生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智菩萨。啊，阿惟越智是转世成智了，没有阿赖耶识了。所以西方四土全是法性变现的，啊，没有阿赖耶识。啊，这叫净化众啊。啊，正觉花化身的啊，正觉花指莲花啊，净化众是说菩萨，菩萨都是清净花化身的啊，借从如来智慧清净海身啊，这个弥陀。智慧清净海就是性海啊，自信，自信没有边际，用海做比喻啊，性海啊，那么这是所有大众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神识啊，上了莲花，在莲花当中自自然然就变成发心身啊，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，住的是发心土啊，这就是都是从如来自心众生也。是故彼国人民平等如佛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经论都是一样的说法，平等如佛，也就是说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跟阿弥陀佛的身一样，没有丝毫差别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阿弥陀佛身有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往生的人花开见佛那个时候的身相也是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毫，每一个毫放八万四千光，跟弥陀无二无别啊，光中现设放诸佛世界的佛事，诸佛在教化众生啊，身相通通都见到了啊，这叫平等如佛了。佛寿无量，不生不灭啊，所以众生寿量也没有生命啊，一生不出啊，一生证得不出的地位，后不佛啊，在极乐世界个个都是后不佛啊，我们这个世界现前不处菩萨是弥勒啊，弥勒佛是释迦牟尼佛的后不佛啊，这一生不处可知极乐主办悉皆庄严功德成就啊，主阿弥陀佛，办十方菩萨啊，往生的菩萨
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，极乐世界很单纯，一点都不复杂。那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，太复杂了。古时候的社会比我们单纯，人淳朴，事情少，所以宰相底下只有六个部。现在总理下面有多少部啊？恐怕有三四十个部啊。在从前宰相就六个部，事情少啊，简单呢，人口也少，农业社会，农作物生长是有季节的，春耕，春天耕种，夏天慢慢它就长大了，秋天就收成了，冬天都收到仓库去了，库藏了，所以几乎冬天就是放假的时候，我们小时候在家乡过年，抗战之前，我们家乡的习俗，这个12月初八，腊八开始过年了，过得多久呢？2月2，龙抬头，春天来了，这才开始工作，所以这个时间很长啊。你看，从12月初八，正月2月2，差不多2个月。这2个月的长假，那是宗教活动的最盛的时节。为什么呢？人有这么长的假期，他没事情做，在家没事情做，到寺院，到道观，儒家的书院，去干什么？去听讲经，去听课，去学习，这个时候学习是义务的，因为施主这个案，这个道观呢，报施主恩呢，平常接受施主的这个照顾啊，这时候报恩，讲经教学，大概都是一般读书人。预先到那边去报名，那边给你登记，分配你房间，你住的地方，吃住通通管。2个月时间住在寺庙，寺庙会安排课程，给你讲一部经或者是两部经，大经讲一部，小部头的会讲两部，所以那个时候人生活有规律，悠闲，真有乐趣。旧社会里面生活，从一生下来就有方向，就有目标，不会茫然，没有恐惧感，心是定的，生下来注定的，这一生为这个家付出，做出贡献，荣宗耀祖啊，光大门楣，这是每一个家庭人都有的使命，接受
家教。家教里面教学的总纲领就是五伦、五常、八德。从胎教开始到满三岁这一千天，母亲负主要的责任。母教啊，母亲是小孩扎根教育的老师，这个根要扎得好。古谚语所谓三岁看八十，这个根扎好了，到八十岁都不会改变，这就是说一生都不会改变。八十是人生一个周期。从出生到二十岁，这人生的春天；二十到四十，人生的夏天；四十到六十是人生的秋天；六十到八十是人生的冬天。八十以后还在那就多赚了。是到八十的时候，就算是一生都不会改变了。所以他心是定的。家是他的最可靠的依靠。古时候家是社会的核心的，所以家齐而后国治。家能治好了，社会就安定就和谐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不是个人，现在是个人主义。再从中国不是，中国是家庭。家把人人都教好了。六十岁大概就退休了，花甲之年养老。回老家，回老家养老，这是人生享受的一个阶段。晚年享乐。外国人不一样，外国人是儿童享乐，他把享乐摆在第一个阶段，那么到老年就变成坟墓了，退休下来是苦不堪言，儿女没有孝顺心，没教过，儿女不照顾父母。十六岁就算独立了，在美国，十六岁离开家庭，你父母不要去找他了。他已经可以自立了。一生当中，偶尔年轻人想到父母，逢年过节寄一张卡片，你看父母看到的很欢喜。这个儿子没有把自己忘掉。真跟中国人不一样。中国人除非在外面工作谋生，否则的话不离开家庭。那么中国的家
抗战胜利以后没有了，再也看不到了。家虽然有居所，你仔细回想，它有它的优点。他的优点就真正尽到了月游养老，人生这两桩大事家庭负担住了，小孩自己不回教没关系，家教你，家学就是家庭子弟学校，私塾学校多半设在祠堂里面，祠堂是个公共场所，场地大，里面可以办学，可以养老，老人早晨起来吃过早饭之后散步到祠堂，老人都在那边集合，在那边聊天，在那边娱乐，跟小朋友合在一起，小朋友下课，也去找他的爷爷奶奶，真有天伦之乐。下课大概休息10分钟、15分钟，也要铃了，孩子就上课去了，不会嫌很烦，所以我们想起那个时候的生活，有趣味，乐趣了。社会风气淳朴，绝对见不到有欺骗人的人，没有，人讲信用，说话算话，没有欺骗人的，那么这种社会还可不可能再见到呢？不太可能。整个社会改变了，科学技术把我们改变了，科学技术进步得太快了，让我们来不及应付。所以感到很重的压力、忧虑、茫然、无所适从，有恐惧感，表现在外面的心浮气躁。这是现代人，没有安全感，没有归属感，将来到哪里去？老了以后怎么办？进老人院，老人院的老人，你去问问，去调查一下。绝大多数都希望赶快死，对于生没有希望，还希望活着，他对这个没有这个念头，活着苦啊，太苦了，孤单寂寞，
啊，老人愿意跟老人跟老人不说话的。啊，吃饭的时候，大家到餐厅里吃饭，面孔没有表情，没有听到哪个老人跟哪个聊天，没有。你说多痛苦！啊，这是现代社会的现象。啊，我们住在同一层大楼。啊，公寓，同一层大楼。隔壁邻居不打招呼的。啊，见面看你一眼，没表情。啊，进去门就锁起了。是这么个社会啊，旧时候的社会，不同的村庄，距离两三里路看见的村庄，都认识啊，那是哪一家的？哪有不打招呼的道理？很亲切，一个村庄就好像是一家人呐、啊，啊，也确实是一家人。啊，邻村是邻居啊，科学技术是带来很多便利，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啊，现在有不少专家学者在研究啊，设法能不能做到两全其美啊，人性的教育跟科学技术能够平衡啊，现在科学技术进步太快，人性的教育退转了，不但跟不上，退转了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个问题啊？为什么？阿弥陀佛善住持啊，他会教啊，你看跟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，用什么方法教育啊，中国教育的方式花样很多啊，民间艺术全是教育啊，民间的表演、戏剧、舞蹈啊，说唱艺术啊，说唱是讲故事啊，还带着乐器。啊，讲历史故事，讲圣贤教诲，啊，说书，啊，我们小时候喜欢听啊，啊，念小学，放学了回家了，哎，往往先到茶馆，茶馆里有说书。啊，去听说书，听讲故事。啊，这种艺术现在慢慢的凋零，没有了。啊，在过去有以这个为职业的，他就是搞说唱的。啊，在这个村镇里头。住个十天半个月，那个村镇又去住十天半个月，他是到处走的，很多
啊，那么多半是老人。说唱在哪里呢？在茶馆。啊，这些东西实在讲，都应当恢复。要办学校来培训，不能让它失传。啊，过去那套东西真好。啊，说唱里面的内容是教学。啊，离不开传统教学的原则。啊，内容是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学校少，为什么人民都懂礼？啊，他的教育从哪来的？就从这儿来的。啊，戏剧啊，也是大家都非常欢迎。戏剧里面内容啊，像评剧、昆腔里面都讲的是忠孝节义啊，告诉人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他都教人这些啊，对社会正面的教化，肩负起社会教育，跟现在完全不一样。现在过去的时候防患害风化了是决定禁止的，没有人听啊！啊，现在变成电视，变成网络，把这东西送到你家里去了。啊，里面的内容跟从前完全相违背啊！以前是教你怎么学好人，做好事。现在叫你干坏事，叫你做坏人，全是教出来的。啊，纯净纯善是极乐世界的教育宗旨。啊，那个地方没有丝毫恶念，恶念都没有，当然没有恶的行为啊，纯净没有染污啊，阿弥陀佛，万德万能，能现无量身啊，那个地方的菩萨大众无量无边，阿弥陀佛化身也是无量无边啊，决定让每个人都亲近阿弥陀佛，如同弥陀单独教我一样啊，不会说人多了跟阿弥陀佛距离很远啊，见不到了，没有这种情形啊，现在科学家告诉我，时间空间不是真的，假的。啊，所有物质现象，包括我们身体，也不是真的。符合《金刚经》上一句话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啊，我们用这个假象修真的，借假修真。这就有意义了啊，我们人生就有目的有方向了啊，不会走偏差。最后的归宿就是极乐世界啊，这是佛教导我们的
可知极乐主办悉皆庄严。这从相上看，从体性上看，功德成就。阿弥陀48愿的功德，无量界修行累积的功德，每一个往生的人修学的功德，是以功德成就的。不是世间断恶修善成就的。断恶修善是福德，不是功德。善心善行，人天果报，没有出六道轮回。功德出六道，功德也是断恶修善，不着断恶修善的相，那就是功德。着相就变成福德了，因为着相心不清净，不着相心清净。思可以随缘，心绝不染著，这是佛法。这就叫功德，积累功德，做往生的资粮。下面这一篇，重现依报庄严，这一个题课题里面包括的范围很广，从14品到17品，一共有4品经。这第一段宝树变故，世尊在此地为我们详细介绍极乐世界的环境，生活的环境，学习的环境。先看那一边的宝树，我们看念老的题解。本品重现前面讲过，现在再说。前面是6数，这边是细数。极乐世界依报庄严，7宝行树周边7国，此诸宝树合1宝都成，合多宝共作。显示极乐世界的微妙庄严。我们这个世间人喜欢珍宝，他方佛国的人也有这个爱好。那么极乐世界的珍宝到处都是，美不胜收啊！因为它多，太多了，到处都是，人的贪心没有了。你尽情的欣赏，你决定不会占有它，决定不会去收藏它。
啊，没人收藏。树皆整齐庄严，光色殊妙，随风奏乐，音调和雅，此皆第四识无量色殊缘之成就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本愿成就的。啊，48愿愿愿兑现。我们看第一段，树之枝，啊，树的体质，纯也保证。请看经文，彼如来故，多住宝树啊，或纯金属。纯白银树、琉璃树、水晶树、琥珀树、美玉树、玛瑙树，唯有宝尘，不杂于宝。啊，极乐世界，居住环境里。随自己的心愿啊，确确实实那个世界的一切都是心想事成。心想不是阿弥陀佛想，我们想，我们去的人心里想。成呢，阿弥陀佛成就的，我们怎么想阿弥陀佛就怎么变化。啊，确实像楞严经上所说的，弥陀真正100%的兑现，随众生心因所质量，众生想是感，阿弥陀佛就有因。啊，你想经书，这书就是心的啊，让你看到的。我不喜欢经的像银树，这树就变成银。啊，自然我们怎么念，它就怎么变。啊，想一棵，想多棵，啊，想一个树林。啊，在澳洲森林很多，因为它土地大，人少。啊，许多人喜欢住在森林的附近。啊，有不少原始森林，啊，开辟为国家公园。啊，旅游的人都喜欢去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水晶与下面讲的水晶是一样的，相同啊，梵语玻璃啊，经典上也用下面这个现代的这个玻璃这个名词啊，翻译成水晶，有紫色的、白色的、红色的啊、碧色的四种颜色啊，琉璃是梵语啊，华严青色宝啊，此宝青色，
一切众宝啊，皆不能坏。提坚色因，世间稀有，故名为宝。啊，琉璃，很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绿色的玉，翡翠。啊，中国人叫翡翠，啊，绿色的玉，透明的。啊，那么这个也很坚硬。啊，琥珀玛瑙，啊，这都是世间珍宝。极乐世界的宝太多了，许许多多我们没有见过，那佛就不能说了。啊，说了我们不懂，用我们世间大家都认为很珍贵的这些宝。啊，这个珍宝来做比喻。啊，即使这里讲的经书、印书，极乐世界的经，跟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经就无法比。啊，他们经的质量、光色，我们这边经绝对比不上。啊，什么原因？记住佛的一句话：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记住这个话，极乐世界的人是什么样的心？他感什么样的果报？我们就明白了。我们这个世间的人心，粗心大意也。感的我们自己认为是正宝，啊，跟极乐世界人一比呢，差很远，念头不一样，福报不一样，他的经是超过我们的经，道理在此地，啊，这些物质现象也都不是真的。都从心向生，所以我们要想如同诸佛净土一样的庄严啊，能不能做到？在理论上讲难。我们如果的心跟佛心一样，我们居住的环境一阵庄严就跟他相同。啊，我们这个地球在变。啊，变到这个样子，我们看到很寒心。啊，想起80年前，我们生活在农村，农村外面田地里面，任何地方有水都可以喝。啊，稻田里面还有一些水还没有干掉的时候，一看很干净。啊，手拿去捧的就能喝。啊，小溪里面的水，池塘里面的水，干净，没有污染呢。啊，水源干净，土壤没有污染。啊，所有一切植物也没有污染。啊，没有一样不是健康的。小孩出去玩，都去摘一些野花野果。啊，摘到就吃了。
那也不需要洗一洗，手揉揉擦擦就吃了，没有听说生病的。现在变得小心翼翼的，拿着这能吃吗？人与人当中的感情，那个时候人与人亲切，现在要不识数人，理都不理。面孔呆板了，从前的人，不管认不认识，都是面带笑容，都会给你点头打招呼，所以科技带给我们，确实有人在质疑，带给我们到底是福还是祸？如果说是福，我们付出的惨痛代价，值不值得？这第二段里面讲呢，多宝工程，或有二宝、三宝乃至七宝，其实代表圆满转供或者根经枝干此宝所成化叶果实他宝化作，一棵树里头很多种颜色，很多种珍宝共同成就的，美不胜收。总之七宝，借借世间无，勉强作为比喻。实际上呢，极乐世界一切万物，悉皆微妙其力，超于十方。用这四个字来形容。微妙其理，为是精微也，美妙超过十方诸佛刹土。为什么？在阿弥陀佛建造西方极乐世界之前，他以五劫这么长的时间去参访十方一切诸佛刹土。我们今天讲去考察，去调研，调查研究，十方诸佛世界美好的，极乐世界都要，不好的呢，完全淘汰，所以极乐世界成就了。一真庄严，自然就超于十方，超过一切诸佛刹土。它是集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精华，集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微妙其理。这么来的。
啊，所以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佛给我们说，只能说个方法，啊，没有办法讲到究竟。下面这段文，别名：或有宝树，黄金为根，白银为身，琉璃为质，水晶为烧，琥珀为液，美玉为花，玛瑙为果，其余诸事富有其宝，互为根干枝叶花果，种种共振。我们看注解，又句往生论。在此宝树显国土庄严中，种种事功德成就。论语：备诸珍宝性，具足妙庄严。啊，树是妙宝所成。啊，我们今天对植物是木本的、草本的，啊，极乐世界树没有木本的，极乐世界的花草没有草本的，全是珍宝，珍宝太多了啊！啊，无量无边际。啊，所以这些珍宝在极乐世界也都变成建筑材料了。啊，经上跟我们讲，黄金为地，那是用黄金铺地。像我们这边修筑的公路，啊，我们公路铺的是柏油，极乐世界这个路上铺的是黄金。啊，我们的衣着有的是植物，有些是皮毛。啊，极乐世界人穿的衣服是切薄。宝怎么能做衣服穿呢？我们这边宝是坚硬的，极乐世界的宝是软的，啊，就跟衣服软的，啊，所以它可以做衣料。啊，很薄柔软。干净，一尘不染，不需要洗的，也不需要裁缝的，想什么样子款式它就什么样。啊，一切就是自然化身啊。啊，树妙宝所成，世界备诸珍宝性。啊，这个前提是，深言之呢，盖显弥陀之性德。一切妙宝，皆弥陀性德所本具。
弥陀的性德跟我们自己的性德是一不是二。啊，摄弥陀性德就是自己的性德。啊，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告诉我们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啊，这一句话没细说，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啊，佛在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啊，可以拿来做注解慧能大师的这个本自具足。啊，具足智慧，德能相好。啊，这三样东西把所有一切都包括。啊，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，啊，圆满的相好。啊，落实在变法界虚空界，啊，一真庄严，心性实变了。啊，所以这一切都是阿弥陀佛性德所本具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这是缘；我们的自性在极乐世界跟佛的自性融成一体。啊，佛自性变的，就是自己自性变的。佛是无量劫的修行，功德大。我们比不上啊，但是我们依靠了阿弥陀佛这个变现的能量啊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。我的小能量，他大能量，在小大融成一体啊，就会跟阿弥陀佛一样了。大乘教里头，佛常说：“一切法有心相生，那么皆以心性识别。”啊，极乐世界完全是心性心变，它没有识。啊，随一切众生的心相，也就是。往生这些菩萨啊，他们心里想什么，这个世界就现什么啊，随意自在啊。居住的宫殿想大，宫殿就放大了；想小一点，它就变小了；想在空中，它就浮起来了。就升空了，想在地面，它就落在地面上。啊，而且宫殿可以飞行，啊，当作交通工具，啊，没有出房间的门，到哪个地区，这个房子就带了，带着一起去了，随心所欲。自在无碍呀！夜夜保中，具备一切珍宝的妙德。华严经上说：“一劫是多，多劫是一。”啊，具足妙庄严。
极乐世界珍宝之土，人心清净，没有贪心。啊，为什么？物质太多了，啊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，对我们生存影响关系最大的，啊，不能离开的是什么？第一个是空气。现在空气被污染了，有收存呢清洁空气的必要了。啊，你是谁贪空气？为什么不贪？它又那么重要。啊，十分钟没有空气的时候，人就要命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没有听说哪个去贪它，哪个去储存它。啊，没有。啊，这是最重要的东西，他不谈。啊，该谈的他不谈，不该他的他去谈。颠倒啊！啊，这就是跟事实真相没搞清楚。啊，极乐世界，生到极乐世界。贪嗔痴慢疑，自私自利，那些念头全没有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一切具足嘛，不需要经营嘛。啊，一切法心想事成，想什么有什么。啊，不想呢就不见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能够体会到，极乐世界这些菩萨的道场，每个人居住地方，一定是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什么都没有，多自在。啊，他想坐下来，这一坐下来椅子就摆好了，起来不要了，椅子不见了，没有了。啊，想什么有什么，不想他就不见了，这个好啊。这人才叫心底真正干净，不用收拾啊，没这么多麻烦。我们这里学大藏经啊，还要搞个大书架了，摆那么多书啊，极乐世界要不要，想什么经不就摆在那去啊，不要了，不要就不见了，不用收拾这个地方，能不去吗？十方世界诸佛刹土没有办法跟他相比，我们有缘遇到了，这就跟阿弥陀佛有缘啊！我们见到阿弥陀佛的像，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生欢喜心，就有缘了，这缘就很深了啊！这个缘就证明我们这一生想往生就决定得生啊，没有这个缘不行的 啊，所以应该要把信心加强啊，信心加强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专求极乐世界，其他念头全没有了，这叫什么？不夹杂。啊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啊，念佛只要念到
这个样子就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啊，佛所说的决定不怀疑。啊，世间人不可靠，佛可靠。啊，佛在哪里？佛在我们心中。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就是佛。啊，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不起心，不动念。我们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就跟他相应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跟菩萨相应。佛菩萨没有离开我们呐，是我们自己离开佛菩萨。啊，是不是真离开的？没有，没有离开，自己以为离开了。啊，起了分别执着，就有障碍。这个障碍让我们佛菩萨在面前见不到，接受不到。啊，只要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都在面前，都能见到。见到极乐世界是更容易、更简单。具足妙庄严这一句，前言之，下文当中，容色光耀，于出无因身等矣。深言之呢，则夜夜报数。皆是圆明具德啊！实际上，极乐世界任何一法、任何一样东西，都是圆满、光明、具足万德庄严啊，无法想象。我们没办法想象，佛菩萨也无法想象，也说不出来。到那个地方去之后，完全就明白了。下面一段，各自一行。啊，数成行。各自一行，这就是中国人讲的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真是这样的。我们到野生森林，你去看这一片森林，一种树啊，绝对没有其不同品种杂在里头。啊，这古人说的我们看到了。啊，而这些树呢，极乐世界的树，啊，不但是同类聚在一起，而且排的行列非常整齐。绝对不会有错乱。行行相知，静静相望，枝叶相向，花实相当，容色光耀，不可胜视。
上是你是你看呐、啊，你欣赏你看不见呐、啊，它太美了。前面一段表树之枝是七宝所成的啊，右面这几行呢几句呢，表树成行，井然有序，整整齐齐啊，一点都不凌乱。光色明丽，树放光啊，光中有很多不同的色彩，明亮啊，美丽，正是往生论中庄严地成就啊，即这是往生咒的这个往生论的偈子，杂树异光色，极乐世界地贫如掌，杂色宝树遍满其国，上佛宝王，下是宝蓝，界表地庄严，大地庄严。首先看到的，地平如掌，大地平整，这是佛在经上所说的心平则地平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地为什么不平？人心不平啊，人心平大地就平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极乐世界的人心平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啊，心是清净心，平等心，觉而不迷。人人都是清净平等，阿弥陀佛也是清净平等觉啊，所以这个世界平等的世界，真平等，平等到什么程度？你身相都一样啊，我们所谓一个模子造出来，没有丝毫差别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愿力不可思议的成就啊。为什么佛要发这个愿？佛看到十方世界因为不平演变成种种差别境界，使众生呢心情不定，啊，于是乎生起互相竞争，生起无量烦恼，
啊，如何让众生生活在这个地区，不生烦恼？啊，佛想出个办法，平等，烦恼就不生了。这很不容易做到啊！十方世界去往生的，我们的心不平等啊！啊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头一桩事情，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，啊，见到阿弥陀佛了，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得平等心，佛要跟我们讲这个，那这第一个阶段呢？第二个阶段要讲啊，平等。第一个阶段清净啊，清净平等的极乐世界没有高下，连个子都一样的，没有哪个高哪个矮，有高矮就生烦恼。为什么他那么高，我这么矮？那心就不平了。通通一样，一切受用完全一样。所以讲清楚、讲明白了，给诸位说，极乐世界是共产党，阿弥陀佛是共产党的创造者。啊，他说他完全是这是公共的，啊，你真是要什么有什么，啊，连长相都一样，啊，穿着都一样，让你只感觉的是有美、有光、庄严，啊，欢喜。啊，决定没有分别，没有高下，没有差别。啊，什么都是平等的。啊，那我们这个世间麻烦出来不平呢？啊，头一个，你看多少人，我们看到一些文字报道，贫富不均。啊，贫富怎么均？不可能均呐，到极乐世界就均了。为什么？极乐世界通通是念阿弥陀佛去的，不杂。啊，果报不一样啊。凡夫在这个世界造的业不相同，怎么会平等？啊，造的业有染有净，有善有恶，造的不一样啊！啊，这个世界我们看那些专家学者研究讨论人。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？活在这个世间有什么意义？有什么价值？啊，这些话在《大乘经》上有，佛只用四个字解答：人生愁业。你为什么会到这个世间来？业力牵着你来的，业力每个人造的不一样啊，啊，所以你到这个地方投胎，
投胎那个家庭不一样，身份不一样，业报不相同啊。你一定跟这一家人有共业啊，过去生中有关系，你才会到这家里来啊。一生富贵贫贱满业都是自己造的，所以佛说来干什么？酬偿你的业报，过去是做的善修的福，那么你今天来到世间享福；过去是造的恶，那你到这个世间来受罪吃苦。你自己做不了主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人真的把这事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他心就平了，不在乎怨天尤人啊，他晓得是自己业报啊。明了之后怎么样呢？断恶修善，改造命运啊，可以改啊。懂得这个道理，自己把一生命运转变过来的人很多啊。袁了凡先生最出名，因为他把他的经过写出来流通出去，大家都看到了，真有命运啊。云南孔先生15岁遇到啊，给他算命，算流年，每一年一丝毫都不差，他终于明白了啊。他是读书人，每年参加考试考中第几名啊。那个时候读书人考取秀才之后，国家就有一份粮食给他啊，供养他，他可以能够生活啊，不需要从事行业，好好专心读书啊，再参加考试啊，将来为国家服务啊。所以秀才就拿到国家的供养了啊。那个时候是一年有几十担米啊。你看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讲的，他一年大概90多担，90多担米吃完了，再卖掉的时候他就有用的钱啊。古时候给食物啊，不是给钱财，食物20年，15岁到35岁，20年，非常准确，一点都不错，所以他服了。服了什么？是什么都不想了，想都是妄想，空想，没有意思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。啊，35岁这一年，看云谷禅师啊，南京栖霞山，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头坐了3天3夜啊。他们有一个念头，云谷禅师很佩服啊，算还是年龄很轻，35岁，能有这个功夫3天3夜不起个念头，就问他，你从哪里学来的？你跟谁学的啊？他说老实话，我没有跟任何人学啊，我是15岁被云南孔先生算命
啊，算我的流年，20年当中丝毫不差。所以我知道，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所以我不再打妄想。云谷禅师听到，哈哈大笑啊！啊，了凡先生也呆了，为什么听了哈哈大笑？啊，笑完之后，云谷禅师，我以为你是圣人，原来你还是个凡夫。啊，了凡先生就问了，为什么你以为我是圣人，说我是凡夫？他说，三天三夜在一般人，啊，一个念头不生，这个修行功夫不错啊，啊，渐渐入境界了，啊，没想到你是被算命先生算定了，没有妄想了，那不是凡夫是什么？啊，20年。命被人算定，一点都没有改动，标准凡夫。那别人说，别人每一天念头啊，还有善有恶，善就加分，恶就减分，有加减乘除啊。啊，造大善就乘，造大恶就除，有加减乘除。你20年没动啊，加减乘除都没有啊。标准凡夫啊，这个说出来之后，了凡先生请教，那难道命运能改啊？他就给他讲改造命运的道理，他听懂了啊。回家之后就发个大愿，做3000桩善事啊。第二年参加考试，孔先生算定考第3名，他考了第1名。3000桩善事发了，还没做圆满，你看果报就现起了，那命运就不对了啊，收入增加了，这是国家给他的粮食增加了。所以他就相信了啊，3000桩善事不容易啊，10年才圆满，天天做，天天记啊，10年3000桩圆满啊，请一个认识的法师给他做回向啊，接着再发3000桩善事求功名啊，他命里头这功名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学位学历啊，古时候社会要分3等啊，最高的进士，第二个学位举人，秀才是第3个啊，他只有第3个，他命里头没有举人，没有进士啊，他发愿求啊，做3000桩好事啊，真的被他求到了啊，他参加考试考中举人啊，考中进士啊，寿命只有53岁啊，官只能做到一个很小的县份啊，四川很小县份的县长啊，通通变了啊，那个官做的差不多相当正部级的这个地位，那这个民众没有的啊，寿命活到74岁左右，年寿21年啊，命里没有儿子啊，他也是求儿子
都求到了，有个好儿子，儿子给他生了10个孙子，好哟，这个家里人挺兴旺啊，去改造命运呐，人有命运，要懂得改造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不要强求。命是自己造的。求神求佛都是枉然。神佛不能帮助，必须自己改过，千善积累功德，自然就改掉。财富，佛告诉我们，修布施的财富我这一生，我的习气毛病比了凡先生还多优点的时候比不上了凡先生。我的命比他差了，张家大师教改造命运，我的命运真的转变了。我没有求寿命，自己的寿命只有45岁，我非常相信。45岁那一年生一场病，1个多月好了。命里头没有财富，张家大师叫我修才不是。这个老人劝我出家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，我接受了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，30岁开悟之后，79岁圆寂，讲经教学49年，我就以他做榜样，向他老人家学习。弘法利生需要钱财，所以修财布施，有多少舍多少。舍掉之后，不久他又来了，来了比舍的时候多一点，好像加利息。我搞了60多年。真有效所以佛舍得是佛法的言语，舍就有得但是这个意思更深一层的意思，得了要舍舍得，得了再舍，舍了又得，愈得越多，愈多越舍，做好事什么是好事呢？帮助众生觉悟是好事，
啊，任何好事都比不上这一桩好事。啊，这是我们要记住的。啊，把佛法介绍给别人是大好事。他要真接受了，你就度了他，帮助他成佛了。尤其是净土法门，在世尊末法时期，这个九千年，他是真教，他是真实不虚。决定帮助你成就，啊，其他的不容易，为什么呢？其他要断烦恼，要有好的老师，好的修学环境，好的同参伴侣，净土不必要。啊，一部《阿弥陀经》，一句阿弥陀佛，就成功。啊，自己修行，有几个同修在一起修也行，他太方便了，什么障碍都没有。啊，在我们这一生当中，看到许多以这个方法修行，临终走的时候，瑞香稀有，没有生病，愈知时至。啊，这都给我们做出证明啊。啊，我们坚定信心，啊，什么都可以放下，这个要紧紧抓住。啊，极乐世界是我们的老家，极乐世界是我们自己信德所流露的，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。啊，我们跟阿弥陀佛同一个心性。啊，所以中峰禅师在细念佛寺里头说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这个话说的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此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此方。啊，这几句话中峰禅师讲的，他是元朝时候人。啊，我们要认真努力，啊，一定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。这叫觉悟啊，这叫报佛恩啊，报父母恩，报祖宗恩啊。啊，我们一个人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，生生世世家亲眷属通通是给你有缘之人，无论他现在在哪一道，你都有能力，都有智慧去帮助他。啊，这个事情不能不干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